Passion Sister 带来的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。那也希望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 Passion Sister 一样来到看台上了之后呢，球迷朋友记得你的热情、你的狂野、你的放肆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呢跟着他们一起。